电影可是都拼啦！一号在线上人潮众多的台北年货大街，等这位妈妈出来宣传，还不忘开启血拼模式呢。我刚刚已经跟我老公讲说，我叫他一直要注意那个有没有卖那种小朋友的那种舞龙舞狮的头，因为我刚刚我们去跑戏院的时候，我看到有摊子有在卖，然后可是因为我急着要去做映后，我就来不及买那个狮头。但我这次一定要买一个狮头，因为希望静宝可以跟他的哥哥一起玩那个舞龙舞狮，然后让家里看起来很热闹这样子。但过年就是要讨红包，想必静宝应该也有必杀技吧？哦呦，他会说恭喜发财，然后他说我们会跟他说红包，他就会说红包，然后下一个动作他会这样子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但是他有讲拿来了，他现在讲懂得拿，讲拿来了。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帮静宝开个护盘。各位叔叔阿姨们准备好了，静宝蓄势待发呢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